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曲。那今天啊，要为大家带来一点点小声咯。对，就是现在在玩阴阳师，阴阳怪奇谈。对，回收结局有点沉闷，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跑完，因为实在太长了。那我们稍微来转换一下心情哦。那挑的这一款游戏是最近的游戏，发布时间是1月26号。那这款游戏的作者是之前阿曲看过蓝少玩的一款叫做 Sister 的游戏的作者，对，那款游戏还不错。那想必然而对看到知道过的作者，然后其他做出来游戏应该还是不错的。那非常非常的短，我们就来试试看嘛。虽然阿曲光开头名称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，稍微 Google 了一下，他是翻译成布朗尼的月光。布兰尼吗？布兰尼，你的眼睛好紫哦。娃娃应该是指布兰尼吧？布朗尼，布朗尼就很好吃啊。什么心？基层啊哦，呵哦，来哦，哇没啊安息，什么声音好吵，已经好不能睡觉了，你们谁？看看，不行，要带着我的娃娃，不然你这样吗？我的最亲爱的好伙伴。如果是以这样的状态，阿曲应该是小时候是抱着皮卡丘吧。乖乖哦，稍微等我一下，等我回来。然后就回不来了吗，小主人？你是去上厕所还是干嘛？不然哦，是厕所。然后我的娃娃就消失了吗？个人就是 Freddy 啊，对不对？星期五惊魂夜。还是恰吉之类的。啊。一说就这样。根本就恰吉啊！等等，你对我怨念多久了？你为什么要对你的小主人做这种事？哇哦，还是这样，娃娃需要一个身体，所以只好把主人干掉。对，这是等等，所以主角不是那个女的吗？就是她，你是？我没有认真的看右下角，对，怎么存档？等等，顾着讲话，然后这些，好吧？娃娃，見つけたま，找到了。恶灵附体的样子。不要靠过来哦，跟你讲哦。你给了 key， 逃不掉的哦。还蛮简单的嘛。你以为敲门是有用的吗？你当我白痴啊？我觉得他一定会敲到恼怒，对不对？好熟悉的音效，就是为了要可那个哦，时钟声。开始营造出一个算是可怕的氛围了，对不对？
哎呀，是要逃去哪里呢？可以告诉我要逃去哪里吗？这是一直逃的游戏吗？越来越生气了，这家伙。我还在想说我要，等等，你会不会突然就暴冲进来？觉得你越敲越大了。啊，是又要逃去哪里啦？全程高能欸。哎呀，等等，你知道阿曲现在是用一种放松的心态在玩它，结果一直没有办法存档，然后一直逼迫我一定要快快跑，有点生气。怎么又回来了啦？完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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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等等，我是要跑去哪？哦，是这样哦。我想说，为什么他就没有办法跑啊？还蛮厉害的，我觉得这只娃娃战斗力十足啊。等等，怎么突然间有种要爆炸的感觉啊？一定从哪里？我就知道。我想说，那盔甲感觉它就好像会动。哎呀，你绝对逃不掉的，是吗？来啊，定钩机啊！哎呀，什么东西啊？等等，怎么越来越多奇怪的家伙们了啦。是要我逃去哪里啊？等等，我在想说哪一道门被手手给等等，我怎么看到奇怪的东西了？为什么要从我又死了吗？还是这就是结局？哎呦呢！私は今とても你非常生气，你知道理由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想干嘛？それでもこの気ね、あなたの気持ちの分かった。さて、今日からはこの、难得原谅我吗？でも。自跑好快哦，再逼下次不会原谅你咯。哇，谢谢你这一次的大发慈悲哦。蛮好玩呢，大家想要训练那个什么追逐战的话，可以来玩这款游戏。真的，怎么了？我是大少爷吗？什么东西？我是小偷。
杀人的那个是啊，我以为是娃娃杀大小姐，结果啊，天哪，娃娃是好人呢、欸？哎，没事哎、欸，等等，被干掉的是娃娃，怎么会？哎，哎，白难过了。你没事就好。这是管家吗？应该是管家，不会是爸爸。哦，好棒哦！一个啊，就是日文不通也可以玩得非常开心的游戏。哦，还蛮有内涵的诶。哦，旁边的包扎是这样，不过这血量喷的太夸张了吧？最近玩的还蛮多游戏都很棒，不过都是生肉。对啊，洗澡咯。其实阿曲比起 RPG Maker 做出来游戏，我更喜欢这个免费软体制作出来的，就是 Wolf 这个软体制作出来的游戏。对，我觉得我玩过很多游戏，它其实它在呈现上绝对不会比 RPG Maker 差啊。对啊，最近很多游戏都是用这个软体去做，很惊艳。女仆抱回去大小姐的房间，你心爱的娃娃洗好咯。太棒了啊，大小姐的这个微笑。哦，就是特别感谢你的游玩，对不对？ありがとう。嗨，也非常感谢制作出这么可爱的游戏。虽然刚才就是一直在高能，我就想说，天哪，刚才是想说到底是谁？就是一脸茫然，诶，玩到最后瞬间哦亮了。诶，这是洗白啊，天哪，一开始那个什么标题画面还用了那么阴森的样子。天哪，超级可爱的小品，推荐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也会喜欢。那一样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不妨可以订阅我或者是点个喜欢，也欢迎大家在底下的留言板给我。那今天的实况就到这里咯，是的，好想咳嗽哦，天哪，好啦，那就下次见，拜拜。